个东西你见过吗？有了它，家里菜刀都可以扔了。不锈钢酸刀片不仅切菜速度快，还不伤手，效率高，更耐用，各种瓜果蔬菜都可以。喝完的饮料瓶可别扔了，只需要一个这样的盖子就能分装酱油醋，还能秒变个油壶，单手按压就能操作，出油非常顺滑，还能很好的控制用量。替换掉原有的饮料瓶盖，换成这种喷壶头，还能浇花浇水，特别的方便。